你买一个本子，我给你压个双倍就冠军一试了。这个两盘应该上不了冠军，我觉得5530上不了，但有一把双倍就上了，正好冠军。三个符，第一波兵就补了两个，不太理想。这边也没有反补到。这黑鸟玩的还可以啊，上塔需要支援。我大一的呀，他这个恢复符没吃，就是吃到了，但是没回起血啊，然后状态被耗下去了。然后大一了，那个赏金符我吃不到了，这波回家。
火哥火化器。对，这黑鸟看五星图像个小号哥，他比正常的超凡我觉得要屌，好吧。我这把补刀不多的，如果有 plus 的话，没这波击杀我这个经济其实没有领先多少了。他终于要做真养，那这个假眼假眼。听说这个版本刷下符的概率大一点。这是个好符，这个眼就不做现眼了，我把线推了。截取拉三眼，拉四眼，这里做个眼。防御手他过来骚扰我这个打野，还是老样子好吧。这边其实把小兰磕了吧，五一五二五三五四五五五六五七，这边正好七分钟，然后七分钟收了也拿装备。来打野，买错买夹子，三级残影吧。这个符舒服呀，他用了关为啥不杀他呀？因为杀不掉呀，兄弟。这种时候冲塔，一个是对面有 TP， 再一个就是他满血，你不可能杀得掉的。这把不用出魔棒，直接通明杖出子弹吧。这波就可以杀了。他妈的，差一下。哦。Thank you.
开军团全面加固。哎，芒果给我留着，兄弟，别别别别。点金手都来了，等他现在把被动打出去，然后再 A 他，这样他没有那个被动的吸血，等他跑再拉他，这样能打两个残影的伤害。走，黑鸟马上活了，这黑鸟我还要再干一波，好吧，不跟你们吹牛逼。小象还在上，哎，我怎么原地滚了一下呀？哦，我为啥原地滚了一下？
全只要我赢得够久，我就不是赢玩家，还行啊。他在这儿，他在这儿。对面有眼，快跑！把小张带上。哎，这小张来了一波中以后就再也不来中了，我玩的好开心啊！怎么又是幻象啊？啊！他哪儿来这么多幻象？这混沌骑士，这把队友习惯挺好的，他们过了对线期以后就开始抱团了，这样子的话我的选择空间就很大了。你像他们小强边路漏了，我就中路直接去干人或者抓那个混沌，如果小强不漏我就刷钱，就这样子。这把队友习惯挺好的，不是那种选个这阵容出来然后到处打钱的那种选手。其实酱油 DP 这一把也还可以好吧，能吃技能，能打输出，还有成魔，但是就好多人他选出来就只会打钱，你像他选一个酱油出来，就现在跟对面牵扯局势，我们其实也很好打，因为我很肥。这种局就怕队友只会打野，好吧，要打信息的。你像队友上路打了信息，我中路抓了好几个人了，就自己那一次能不死就更就是完美了，好吧，给我。假的吧，就是这把直接 BKB 好一点，只要有小强。上裸贴了，能留，甩大莫克。这种打工无所谓的，兄弟们，能赢团才是最重要的。
那种局就是你像这一把队友他们打团一直在抱团然后去吃了伤害，他们拿几个人头真的不过分好吗？是有些局队友是混子，他拿人头就很难受了。这一把无所谓的，留意眼。飞鸟 PK 飞了，击杀。